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澳门敏儿。今天呢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在那个厦门回来啊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就要陪他一起去聚聚旧，谈谈心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了。位于英皇的对面 Sky 21，话明是 Sky 21啊嘛，就是在21楼的天空了。呢度嘅环境都唔错喎，仲有 DJ 嘅驻场打碟。消费咧亦都唔算高，就好似呢个红岛冰茶，都系88蚊一杯咋。其实呢度最吸引咧就系佢哋嘅露天平台啦。如果平时唔落雨咧，大家一定要坐喺出边啊。因为你会见到整个澳门的夜景真的很漂亮，你会感受到澳门其实真的是一个不夜城来的。这个地方呢真的不失为一个朋友聚旧啊，还有谈心的好地方。We